一听吼，这是唱唱这七曲浮屠啦吼。啊，你无上耐心吼，无上耐心，你当来古城镇地方正大夜市活动啦吼。啊，而且后尾来加入咱第三顿阿祖，会当来保庇大家吼，身体吼咱健康平安。那如果刚好有很多人的话，那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刚好找到另外一个更适合他，那我们就祝福他，因为这样对他是最好的。就是所有的害怕，其实你又想说，我可以救一个。这真的是很好的姻缘。他说一定要去找慈济，他们中心没有这样的一个配对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对，那刚好就是我要进香了嘛，那我想要进香完再来做这件事啊，然后就是刚好在进香途中就遇到你们楼下有搭棚子在做这样的活动啊，我就毫不犹豫我就进来了。对啊，但是我觉得有心要去救人，就不要去犹豫太多，哎，就是对的事情做就做就对了，就像我们跟妈祖走就对了，干嘛想那么多？对啊，我是这么在想啊，哼，没有，我就觉得很巧合啊，而且是很就是很有，就是应该算一个缘分吧，因为就是刚好我想做这件事情，而且在途中就让我遇到了，不用说，就是结束后还要再特地跑一趟啊，我觉得一切都是巧合啊，而且我觉得相遇就是有缘啊，对啊，我是这么认为啦。上班时间真的要抽空出来。也比较刚好没有机会，而你假日其实不见得会碰得到，那他也没有特别邀约我去，可能去医院做个检查这样子，所以他今天刚好是说跟着妈祖在走，他想说哎，刚好碰到这个机会就去做这样的工作。心里无缺就是富，能够达成别人的需求就是贵，所有师兄师姐都一直很努力的为这些血癌患者一直在做努力，我们都看到，我以我们所有师兄师姐为荣。那今天很巧，刚好白沙屯妈祖绕境经过我们西湖农会，也为我们的验血活动带来了好多位的善心人士来参加我们的验血活动，应了我们上人讲的那一句话。上人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对的事做就对了。也因为白沙屯妈祖的引导，那些信众也随着妈祖的脚步进来我们的会场参加我们的验血活动，他们的爱心满满，我相信一定会为血癌患者带来无穷的希望。